手游库玩。老板，你找我啊？刚毕业吧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还没有呢。哦，那正好，下班没事做，加个班吧。一周后。巴豆啊，公司就你没有女朋友。老板，我昨天刚处了一个。女朋友都有了，也不用去找了，正好晚上加个班吧。为什么？太欺负人了。第二天。哎，我说你真的想好要辞职啦？嗯，咱们老板太欺负新人了吧。那你去吧，我就不劝你了。哼。过了一小会儿。这么快已经辞职了吗？没有，老板说我是他的左膀右臂，以后一定重用我。这句话他对这里的每一个员工都说过，你自己好好想想里面的问题吧。我想到了，我们的老板是个千手观音。千手观音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哟。